快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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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开饭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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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这是这小猪啊，我一天可揍得起，来，快吃吧。狼？谁？哪个猪说话呢？啊？这是猪狼君。狼君。这猪啊，是让我又喂的有感情了。现在呀、啊，你管我叫什么狼君？我是人类，我。别吃了。牛郎，你管谁叫牛魔王？你谁呀、啊？我。你是谁呀、啊？我你都不认识了，我是小芝呀、啊。小芝。百只啊，什么百只？我是你媳妇儿织女。你是我媳妇织女啊？你可拉倒吧，我媳妇真叫织女，但我媳妇长得比你苗条多了。老妹儿，你有180吗？今天牛郎啊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我刚走3天你就把我给忘了？你是不是变心了啊？是不是变心了你啊？不是你这老娘们，你是来买猪来了还是讹人来了？你听，我媳妇真叫织女，人家走3年多了，都走了。牛郎、啊，你忘了我不是天上的仙女吗？天上过1天，人间就1年。我走了3天，不正好3年吗？你仔细看看，我有啥变化没？你真是织女啊？你看看。那你走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个定情物，你带没带？带没带？我看看。妈呀，掉过来就对了，爸掉了，你真是织女牛郎。哎呀，织女，你怎么胖这样呢？你现在牛郎、今天我可算找到你了、这回咱俩再也不分开了，你跟我上天上去，天上生活好，吃的好，住的好啊。老妹儿，我跟你说哈，这回上天我就不准备跟你去了，咱们人间我认为挺好、你们天上那些人走道飘飘悠悠的，连个脚印都没有，哪像我们人间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窝的，多好呢。但是咱们可以长生不老啊。长生不老那都没用，那都是一种传说。原来我认为长生不老真挺好，但是现在我一想呢，活那么大岁数，哪把你活一天咱们快快乐乐的活了，是不是？活的时候为社会做点贡献，我认为这就不白活。牛郎啊，我这段时间没见你，境界咋这么高呢？哎呦我的妈，这我还搂着说呢，我还不是、那你就逮着别回去了。我在这儿，那我得告诉我妈一声啊。那你要不行的话，那你飞回去告诉一声呢？可别提了，我前两天我寻思找不着你，我回家告诉一声呗。嗯，都怪人间这伙食太好了，这两天就把我吃这样。我刚一起飞没打着火，一下摔下来了。摔了、那要是飞不回去，给你妈打个电话呢？没有电话呀，座机也没有啊，没有那么长的线啊。那你说你还老让我上天，那你们天上现在照我们人间，那得差多少年呢？落后啊的。那咋整啊？啊？那咋办呢？咋办？要你就别回去就得，要不行等神识上天前要给你妈捎封信得了。行啊。牛郎、我听你的，我不回去了。但是我总觉得我在人间白瞎我这修炼多年的仙女了。修啥炼呢？修炼你这仙女，咱说你妈那根硬，王母娘娘厉害，要不早就给你刷下来了。那你自个儿都飞两下子没飞起来，那证明你武功已经全废了。白瞎仙女有啥白瞎？咱说那白素贞那比你厉害吧？白素贞人家白素贞，人家头脑多够用，人家看在天上没什么发展了，人家下来跟许汉伦结婚了，那法海不也干瞅子吗？
就这么定了，听你的。嗯，那我妈要急眼咋办呢？你急眼，你妈要急眼，我让法海收拾她。走，回去哈。走。